南关小童小两口被圈圈逮到又一起出去玩了，还是跟邓超去吃的夜宵。童伟跑男下岗再就业大军，鹿晗邓超这下有的是时间约饭了，盖章真父子无疑了。关小童不仅疑似素颜亮相，还当着男友的面不顾形象抠鼻子，这个感情啊应该是很稳固了，总算是不用鹿跑男没有 KPI， 仨人在里面直接聊嗨了，服务员都下班了他们都没出来，整个饭局长达7个多小时，一直吃到天都亮了他们才出门。鹿晗这句爸爸真不是白叫，小两口直到把邓超送走自己才上车，就是鹿晗你也不说让一下女友，自己就大大咧咧先坐进去了。瞅这一对老夫老妻的架势，看来鹿妈妈的催婚传言还真保不齐呢。